五为心，以为修心。五者的一生是纯粹的追寻，台下十年功，台上一分钟，反反复复不断练习，只为繁花绚烂的一刻。没有一蹴而就，没有天分可言。点亮舞台之光，传承舞者之心。唯有苛求到极致，努力挥洒汗水，方能成就自我。与梦同行，初心不变。传，以自身传道授业解惑；沉，以武魂承载武者精神。明白人生是一种传承和